哎，博哥，我有一台公仔台，超级软，我真的每天哦出了三四十盒金正哎，来，我教你怎么打，你也可以来赚一波。首先先做个枪位，然后把它关门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再有个枪位 ，OK， 那我们把甩幅拉到最大，去捏那个公仔，一定会出货。就是这么软，所以我才一个月出三十。一天出三四十盒，哇！我说谎都不打草稿呢。巨巨，我跟你讲，做一个新的台面，超佛超的，我教你。你看这个第一个洞，完全就可以过；第二个洞，也可以过哎；第三个洞，完全轻松，有没有？重点是它超弹，超好打，看。一下就过了，一下就过了，有没有？喂，博哥，我告诉你，这台娃娃台我挑了，真的是极好打，我都被干爆了。我一个月都出几只娃娃，三四百只，看一下。我教你怎么打，来，就是这样。会出哦，有没有差一点？我用压的，它就会出了。还真的出了，你看，虽然它是筷子台，但是你看哦，这个洞真的很大，都会过，每个都会过。同志们也可以，你这样丢上来，就出了。难怪我都输爆了。哎，巨巨，做个长盒的公仔台，超好打，怎么打我教你。看这个二拍超舒服的甩，有没有？你看，哎，不会过对不对？错了，你们都不懂怎么打长盒。你知道长盒那个甩幅就要拉到最大，后螃蟹，你看哦，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这样就出了。OK， 各位，我们影片结束了。我们这个影片呢，纯属娱乐，如有雷同呢，那就代表那就是真的啊。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IG 追踪，脸书按赞 ，IG 最重要，因为我们说了生活都在那边分享给大家。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